在不能增加加单位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局里头应该要注意民警的健康状况。好，现在有很多民警在发起是50岁就退休，因为他们发觉退休了之后，大家的健康状况普遍的都不好，所以希望能够在50岁以前就能够。满50岁就能够申请来退休。我真的觉得这个10000000的这个金额是够的。不要，其实啊，那个，我们加班会，其实我们警察局都有在做控管了。就等107年我们在规划的时候，我们像我不相信那个住宅门进来还是10000000，我是觉得这样子是非常不合理的。我们可以争取，我们可以去做争取。